果你们有来银座的话，一定要来这间，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You have me, and I have you. That's enough to paint lonesome black and blue. Yeah, I have you.那再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家，真的是太好看了！你看这个领口，我觉得细节设计真的都超好看。Another guy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the kind of love you only see in a novel. I wasn't waiting for sunshine and unicorn. 大早安，おはようね。我昨天睡觉前，因为我就想说我会睡不太早，因为我昨天回家就先睡了一个小时，然后才起床做家事那些的，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晚上应该继续睡，应该会睡不太早，应该就会一直翻身，然后翻到很晚才会睡着，所以我就在睡前喝了一点点红酒，马上就睡着了。但是相对条件就是我今天脸就是会比较肿，很肿，尤其是鼻头这边，嘴唇我都弄肿。All of a sudden you're the hero of my story. I celebrate the love and all this told me glory. I still remember the way this whole thing started. I was walking down the city feeling down and broken hearted. Then I guess horror's lead to roamThe corner down we hit and crash. The crash has been the first and hasn't been the last. Cause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 from any other old school dating is the bow. We are explorers, it's a different kind of love.外面现在在施工，你们还记得我上次就是有跟大家分享他们施工有寄施工的表给我们吗？就是今天要做什么工程，明天做什么工程，今天真的超吵的。然后现在是早上9:30，我要来吃早餐喽。我之前都是很爱，有人看我用筷子嚼会觉得很恶心。我之前都很爱加吐司蛋奶油，或者是加花生酱，然后加蛋。可是呢，我最近爱上吃咸的，所以我会加一点点奶油，加黑胡椒或者是 Tabasco， 超吃超。嗨，各位晚安，我现在回家了。然后我刚去超市买了一些东西，就是补一些货。但基本上我们家的东西都还有，所以我刚只是去补了一些货。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上一支影片拍了一个冰美式，可是。我忘记说它的牌子，也忘记给大家看，我真的是很抱歉哦。雷西朵 ，Stada 的品牌。然后呢，它长这样子，就是一个深绿色包装，它还有一个是深红色包装。但是因为我喜欢喝无糖的，所以我都买这个，就看个人喜好。然后，它喝起来就是很顺，然后很温柔，就是不会让你一早觉得哦好苦，或者是很酸。是我自己蛮喜欢的，然后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然后除了咖啡呢，我还买了，这是我超爱的，就是每次影片都会介绍这个 Peperoncino， 就是蒜香意大利面的酱料包，跟我这次还买了这个 Talaco 的意大利面的酱料包。那我今天呢就要来吃这个，你们一定觉得我很爱吃意大利面，对，因为。我男朋友不在的时候，我就是很想吃意大利面，因为我男朋友不是一个特别爱吃意大利面的人，但他也不讨厌吃意大利面，只是我是一个很爱吃意大利面的人，我只要不知道要吃什么，我就会选择意大利面，因为意大利面有很多种口味，你就面放下去，然后顺便炒东西，尤其是这种酱料包就很完美。最后一个呢，就是 cheese。cheese 我买这个的，我比较喜欢吃这个，但另外一种碎碎的，我相信也很多人会喜欢，因为它就是可以很堪吸，就是会牵丝，然后吃起来就是那种黏黏的那种快感，但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我喜欢很有奶味的 cheese， 所以呢，我就买了片状的。
跟你说，我今天遇到一个很，虽然不是我接的客人，但是遇到一个很怪的人。也不是说怪，你们听完我讲完这故事，你们应该就知道我说的怪的点在哪里。因为呢，我们是就是销售业嘛，他是来买要送给他妈妈的礼物，而且他妈妈跟他住不同地区，他妈妈住长岛，然后他住东京，是一个男生，然后大概看起来就是那种二十后代三十代前端这样子，应该就跟我差不多。难过。好，然后重点，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呢，他态度超级差，就是讲话都很大声，然后都很不耐烦。像我们一定会问客人，就是有没有会员卡，然后有很多就是要跟客人确认要讲的东西，我们都一定要讲。就是我们会怕有客诉，所以呢，公司规定的东西我们都一定要跟客人讲。那服务他的那个服务员呢，就也是照了公司规定。例如说有没有会员卡，要怎么登入会员卡，然后因为现在信用卡连接 APP， 然后有 3% 的还原折扣，我这样讲会不会大家就知道我在哪里上班？所以我们就要跟他讲这个优惠嘛，然后他要不要用就看他，因为他原本是有那张信用卡，他就只要在去 APP 里面按一个按键，他就可以连接信用卡，然后就可以同时再还原 3% 这样子，就可以现金回馈 3%。 他就一开始就很不耐烦，我那时候在旁边，我就听到他说哪里要扫哪里，条码在哪里，然后或者是我要按什么，然后就很不耐烦，然后不然就说我在赶时间，那这样好了吗什么的。以服务员的角度，就是我们有跟客人讲，就是等于说我们有做到这个交代的工作就 OK 了。那要不要用，就是你时间，如果你赶时间的话不要用也可以，因为他就很急，然后我就问说知道多久，我赶时间什么的，那就是看你自己啊，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而已啊，反正最后呢就不管怎么样，然后他就要了，所以呢服务员就跟他说哦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然后一定要整个都弄完那个 APP 的任何手续之后呢才能来结账，因为你结账才能去加成那个现金还原嘛，这基本常识吧。然后他就很生气的说你先帮我结账，我等下再慢慢用这个什么的，就觉得很怪，然后整个就态度就很差。最扯的来了，最扯的就是他卡还刷不过黄色的那个 IC chip 的地方，就可能有受损还怎样，反正就刷不过，就是搞到很麻烦，就对，还叫上级的人来联络，然后去跟信用卡公司确认，就是我们要刷这笔钱什么时候，反正就用很久，然后那个人态度就越来越差，就是明明就不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可是他态度就很差。然后我就觉得总会有这种人，那不然你就不要在赶时间的时候买东西，你要买你自己要保有，就是要那个，你知道吗？你懂我要说什么吗？就是你赶时间，可是你浪费掉任何人的时间，就全部不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就觉得很扯。然后重点是他又是要送给他妈的礼物，然后还特别买了礼物的盒子，礼物盒子还蛮贵的，然后他也有买那礼物盒子，然后还选好商品，这样我觉得好像也蛮孝顺的。可是他怎么对店员态度那么差？嗨，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休假日，但是呢今天有点偏忙，因为我要先去邮局办事情，再去年金机构办事情，然后还要编辑影片，今天新家具也送到了，所以也要组装家具，我今天超级忙。好，我们直接出发。我会去邮局的原因就是因为上次我在寄送物品的时候，他们有多收我的运费，所以他要退还钱给我，然后跟我说确定之后会打电话给我，可是因为我此时都没有收到他们电话，所以我刚就直接去，他们可能也有吓到，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等你的回电，然后都没有回电这样，然后他们也狂跟我道歉，然后现在就是成功的退款这样子。好，各位，我已经去完了国民年金事务所，然后刚刚帮我处理的是一个阿姨，算是一个阿嬷吗？反正就有点年纪，可是呢，她人非常的好，她还问我说你在日本多久，我就说我在日本今年第五年，然后她就说我不可能在国外待五年，你太厉害了，然后我就
很开心很感动，就又被打气的感觉。好，然后因为我现在刚刚国民年金的地方就在接近银座，所以我现在走到银座要去买一些手账，我想要写手账，因为我原本用那个 Notion 嘛，可是我后来发现还是用写的会比较清晰自己在要干嘛，然后会比较记忆，而不是打完然后就忘记了。这是一间我很喜欢的卖文具的一整栋，如果你们有来银座的话一定要来这间，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然后我要在这边寻找我爱的手帐。店员刚跟我说，在他们的别馆还有更多手帐，所以我现在就来别馆看看。我出来了，可是我跟你们说，刚那间店走得太前面了，因为我想要买今年年底到明年的手帐，可是他已经卖到2025年了，就是他已经卖2023到2025，可是我只是想买今年年底到明年的，所以我要去 Loft 继续看。买好了，然后我还买了一支专门放在手帐里面的笔，这样以后出门就不会忘记笔。然后因为有五个颜色，所以我觉得很方便。好，接着呢，我要回家，回家继续忙其他的事情，可能先打扫，然后再组装家具，最后才是剪影片，然后到睡觉这样子。各位，我买了一整套园艺的套组，它只有那个铲子跟手套，然后还有这个围兜兜。然后我现在要去处理我们家的植物，因为我要帮它换盆子，还有新的盆子寄来了。它现在新的盆子在这边，我要把它换黑色，然后比较大一点。你们现在应该听到很吵，因为外面有在施工，它原本那么小。然后它上半身已经太高了，所以我要把它换新的盆子，好扯哦！我正在做这种事情，好，开始。现在整个都用完了，它变得很可爱。然后我现在在外面让它吸收一点阳光，祝它可以成长。然后我现在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组装我们的电视柜。
这是我们昨天组装的电视柜，我们花了5个多小时才完成它，因为真的蛮难的，尤其是旁边这个两边门的地方，因为它是这样侧边打开的，所以呢很容易就歪掉，所以我们调很久。然后我们也把那个大桌子丢掉，整个空间感变得比较好一点点，看起来比较舒服。然后我们就用这个 IKEA 的小桌子，也不是小桌子，就是这种桌子，就是来吃饭或者是当客厅用的桌子这样子。早餐我跟你们说，这棒蛋糕超好吃的，但是我原本是要买给天天东京吃，因为我跟好好前天我下班的时候有去吃饭，可是我没有拍影片。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口味给好好，然后买了一个口味给天天东京，我就是依就是他们两个的喜好去买口味。然后这个棒蛋糕，你们不觉得很适合天天东京吗？就是那种核桃，然后它叫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它真的超好吃。然后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所以我昨天就把手账就是重新用写的。我应该是在前一天有讲过一样的话题，但是我好像没有细节讲。你们有需要听细节讲吗？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就是你会一个时间会喜欢在 iPad 上，像我有一段时间就很喜欢在 Good Notes 上写，然后有一段期间就喜欢在纸笔上写，然后又有一段时间呢是电脑 Schedule 或者是Notion 之类的。我之前都是就是全部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做，可是我现在变成分开。 Notion 就比较是记录我 YouTube 的一些规划，一些可能我想到的，然后跟一些厂商的内容我都会放在 Notion。 我昨天买的这本呢就是比较像是我可以临时就把它全部我想要写的全部都写上去，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把它条列出来，然后我随时都要可以看到。跟例如说我临时想到的东西，例如说我影片有什么想法，可以拍什么主题，或者是穿搭上突然有哪些灵感，就是那种很突然的想法的时候呢，我觉得这种纸笔的方式就很适合我。各位，我要去上班了，今天开始入秋，所以我就穿上了长袖的衬衫。这件呢真的是超级美，你们看那个刺绣的地方超美，然后还有那高领花花的边角，整个很美。这件是 Simple Rachel 的，我明天呢，因为我明天休假，所以我想说明天来开一个就是有点像开箱影片。因为我总共收到9件衣服，然后这是其中一件，我现在只有打开来立马穿上它，觉得超好看。 Money no longer would be a bother, my life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we could travel all around this world。大家早安，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家。我们现在家里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但是就是把中间这块大桌子，就是黑色的那个大桌子丢掉，然后买了一个有点小复古的柜子，跟我拍摄可以用的椅子，它就有点像是装饰品放在旁边，好像还不错，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然后地板我觉得很空旷，所以很好。然后这边呢就搭的代购的东西，现在目前没有地方放，我们就摆在这里。然后至于我呢，我今天穿这个衬衫，这衬衫是 Simple Rachel 的，我觉得它的袖口也是我喜欢那种富士蓬蓬袖的感觉，然后它的领口是这样子开的，我好像第一次穿这种衣服，我觉得超好看。它的蕾丝啊做的非常的有质感，就是不是那种很便宜廉价的蕾丝。其实我还有收到几件，但是呢现在没有时间拍给大家看，我晚上再来拍给大家看。今天其实有要出货代购的包裹，但是因为包裹真的都很大，因为这批全部是那个卡斯丹尼的包包，所以真的是太大了，所以我就请邮局的人来收货。那他跟我讲要下午2点到4点左右，所以我现在呢已经去领完现金，因为只能付现嘛，所以领完现金，然后等他们来收包裹之后，我就可以出去。我今天想要去帐前的咖啡厅，然后那边还有一间居家摆设店，我蛮好奇的，所以我等一下应该也会先去，然后再去咖啡厅。晚餐呢，应该会跟我男朋友去外面吃，因为毕竟今天是休假日，所以
好，也是一个忙碌的休假日，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吧，拜拜。各位，我现在已经到了帐前，然后我要先去我想要去的一间 Interior 商，就是卖杂货或者是家具，也不是杂货，我觉得它比较算是家具店的一间店，然后它叫 Noche 应该是这样念吧。我在找它在哪里，好开心哦。你们也知道帐前的话就是很多那种小咖啡厅，然后或者是手工皮革店跟一些小小的那种杂货店，可是因为它每一间店距离都蛮遥远的，所以我要找一下。然后帐前的附近就是浅草，所以我觉得可以白天来帐前这边晃一下，就是文青店，然后晚上再去浅草，很完美的行程。我现在逛完了那间店，超级可爱，我已经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回去跟我男朋友讨论。接着呢，我要去一间咖啡厅，它就在它的旁边，而且这间我已经储存很久了。这间店超级安静，我连现在讲话都已经快要有回音的那种感觉。各位，我吃饱了，然后现在准备回家。我刚还在下面的那个果子店，就是还有卖什么司康啊，然后一些手作饼干，买了两种口味，一种是这个他推荐的这个口味，然后它是杏仁的软饼干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种是这个巧克力的，因为我男朋友很喜欢吃巧克力，所以我想说给他这个巧克力。我想回家，等等跟我男朋友去吃晚餐，度过今天美好的一天，然后明天继续去上班咯。嗨，大家晚安，我现在已经回到家，跟我男朋友，我们刚刚去吃了。我今天早上不是穿衬衫嘛，但是因为今天晚上真的是有点热，就是那种闷热，所以呢我就把长袖换掉，换成背心，就是比较凉一点点。就话不多说，来介绍我最近衣柜的新朋友。我最近呢，就是收到 Simple Rachel 寄给我的衣服，但是呢，我真的是怎么讲？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无聊，就是很常穿素色调的衣服，很少穿那种刺绣啊，然后一些花花边际的衣服。所以我这次呢，也刚好想要挑战那种轻发式女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挑选了几件我觉得很好看的单品，然后来分享给大家。然后这几天呢，我也都有穿，我觉得很好看，就是连我自己不是这种风格的女生，我都觉得很可以，就是可以跟自己拥有的比较素或者是比较酷的单品互搭也可以。那如果你本身就是比较喜欢那种甜美然后多一点花俏上衣的话，那我真的觉得他们家就是首选。我就话不多说，先介绍我今天早上穿的这一件。今天早上穿的是这一件，超好看。我今天早上应该给大家看过，就是它的蕾丝的地方跟它开襟的地方我觉得很好看，就是非常那种大人的浪漫感。我真的觉得这一件呢很适合去约会穿。
当然去咖啡厅穿这个也超级好看，就是我很喜欢这一件。然后它这边的颜色我也觉得调得非常的好，因为它不是那种一般的咖啡色，是那种灰咖啡，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超喜欢这种灰咖啡，我就是在找这种灰咖啡的皮的表带，我就迟迟找不到。然后我今天就是有发文问大家，就是有没有推荐皮的表带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日本很难买到好看的 Apple Watch 的表带，所以呢，如果你有推荐的话，也可以记得在下方留言给我。好，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我一样是前几天有穿到，就是这一件。这件呢，我就直接把它穿去上班了，因为真的是太好看了。你们看这个领口，然后看他们刺绣的地方，是不是很有质感？就是不是那种很廉价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扣子都真的很有诚意，不是那种透明的或者是那种很简单的扣子，它每一件扣子都不一样。像刚刚上一件是这种珍珠扣，这件是这种金色圆形小扣子，超级好看。这两件我超级喜欢。秋天嘛，白衬衫就是一件非常好搭配的事情。然后接着下一件呢，这件呢算是我的全新人生挑战，就是粉色的针织衣。可是这件粉色啊，你不觉得它粉很好看吗？趴起来，这件粉很好看耶，而且它的袖子是很长的那种哦，你们看那么长，所以就是那种就是很那种小女生可以把手藏在袖口里面，就是这种。然后我觉得 Simple Rachel 他们家有个特色，就是衣服都是偏短一点点，就是它上半身长度是偏短一点点，这件也是，它也是偏短，然后下方是这样有缩口的。然后还有这个，我觉得它细节设计真的都超好看。然后它的针织也，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近看，就是真的是很有质感的那种。Simple Rachel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都很亲肤。你们记得在我穿搭那集，不是有一件黑色的高领的那个 Today For 的上衣吗？这件针织衣的质感，摸起来的感觉就跟那件 Today For 是差不多的。接下来下一件呢，就真的是有点 Y2K 那种复古，小复古的那种颜色加版型，就是这一件。噔噔，它是绿色的针织上衣，然后它的领口是这样子很开的，而不是这样垂垂的那种，是不是很可爱？然后它这个荷叶边，然后加上这种小细节的刺绣，它袖口就比较中规中矩，不是那种泡泡袖。我觉得这件如果做成泡泡袖会超级好看，因为它版型是短的，然后如果上半身整个很蓬很圆润的话，我觉得下半身搭任何裙子啊，或者是甚至牛仔裤而已都超好看。但我觉得我自己穿这件呢，我是觉得没有那么适合我。这个颜色我很喜欢，但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有胸部的女生，我觉得穿上这种短版的针织很容易就会看起来胸部会再更大一点点。可是我自己是不喜欢看起来胸部那么明显，所以呢，如果你是小胸或者是你是很喜欢展现胸部的，我觉得这件就很可以。然后这件真的是穿起来很少女，比刚刚那上一件粉色穿起来还要少女，就是比较起来。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很少女的话，你下面可以搭那种白色百褶裙就很好看，就是真的少女到底。那如果是想要就是平衡一点，你想要那种少女跟酷酷有点混搭的感觉的话呢，我觉得下面搭牛仔裤然后把它扎进去就很好看。接下来呢，就到了下半身的部分。下半身的第一件，我选了一件牛仔裤。这件，噔噔，它牛仔裤呢，其实不是那种，因为像我自己很喜欢穿牛仔裤，是很高腰，就是真的是缩到肋骨下方最后一根肋骨地方的那种高腰裤。但这件呢，不是高腰裤，它是有点中高腰，它也不到低腰，就刚好卡在你的有点像是肚脐的地方。像今年就是流行 Y2K， 就是比较复古的感觉，我觉得也可以不用穿到那么高腰，稍微微微低腰，再加上它的下摆啊是这种开口的喇叭裤，是非常的喇叭。我这样拿起来，你们应该觉得还好啊，可是穿上去它真的是这样子打开的那种喇叭裤，我觉得非常好看。这件呢配刚刚上一件那件绿色的针织上衣，我就觉得就是无敌，就是这样无敌。粉色这个我也觉得很好看，或是搭衬衫我也觉得很好看，就是我觉得他们全部都可以互搭，牛仔互搭这种很甜美的感觉真的就是刚刚好。从刚刚任何一件上衣我都是拿 M size， 这件我一样是 M size， 因为我在日本
包版型的比较小还是怎样，我基本上都会穿到 M 或是 L， 那 L 比较少，但是基本上都是 M。 但是呢，这一件我穿 M 就是有点太松，所以我应该是可以选到 S 号。就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尺寸，这件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了。好，以上呢就是 Simple Rachel 的衣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 Simple Rachel 的衣服，如果你有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或者是你对哪件最有兴趣，你也可以留言跟我讲，然后我可以再留言细节给你，这样子。It's only for you.